公主，提香水已经准备好了。公主，阿杜，快来帮我看看。啊，快来！这个字你认不认识啊？啊，公主，你可别为难我了，我怎么可能认识中原字啊？ 头疼，我也就认识三个。你看看啊，什么三，什么日，什么什么什么剑？他不会是要三天后来找我吧？他是谁呀？ 就是刘步条这个人呢？那刘步条这个人又是谁啊？我要是知道，我就不这么头疼了。而且这个人还说答应我三件事，结果什么都没干，他就跑了。公主，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去问顾公子啊。我才不问呢！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伤好了没有？